下面请您欣赏三人行，表演者郭德纲、于谦、岳云鹏。说话，我师父不说话，我们不敢说话啊，就跟在家一样，就规矩啊。我师父不动筷子，我们也不敢吃饭啊。这个刚才是我师哥孔云龙，怎么那么高兴啊？特别有文化的一个师哥，我的妈哟，干一身汗都出来了。我这个干活干一身汗很正常。是不是？对，你别以为是你吃饭那个一身、啊，吓我一跳。这个，二位都是我师哥，孔云龙、李云杰，二位下去休息一下。对，这场又把我们爷儿仨换上来了。哎，我们爷儿仨很少很少在一起演出。对对。哎，今天又是跨年，在我们德云社跨年啊，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什么？说我师父和于大爷跟谁演群口，就说明要捧谁。这都是民间传说。哎，我看出来了啊，要捧我，要捧我，你还用捧啊？你红不了，不用捧啊。得稍微捧一下啊，稍微捧一下。哎，我呀，跟这个三哥，三哥是去年的今天在这儿大红大紫，八马褂儿。对了，八马褂吗？我们在后台特别的羡慕。嗯，那会儿就立下一个誓愿。怎么说呢？希望有一天能够跟于大爷跟我师父再演一次八马褂。啊，不可能。哎，怎么给回了您这个？他已经红成这个样子了，咱不用再八马褂了呀。对，咱用不着捧了，是不是？虽然我们仨还我们仨。你听人这老河南的北京话啊，我们仨啊。您别老捧我底儿行不行？什么叫老河南的北京话？嗨，没人知道啊。耶，没人不知道。我纯纯的老北京。这个小说的可中。我们仨虽然今天啊不演八马褂，但是能够在一起演出就很开心了啊。就是捧，就很高兴了。我来德云社多少年了？我听那位朋友说你来德云社多少年了。我呀，我今年第17年了。你看看，还没有德云社就有他。怎么会？德云社马上百年老字号了。呵，你看看，各位来着了 啊！我们这是祖传七辈的买卖，这是第一辈啊。十几年了，十几年了哈。哎，我的青春都在德云社。明天就第18年了。哎，对啊，真是的啊。青春都留在德云社的后台，也学了很多的东西。前几年我师父也捧我啊，让我参加综艺节目，对，啊，让我拍电影，哎，也所谓的红了，啊，就是红了。哎，怎么那么贱呢？你这个不是大，这是我的表演风格。对对对，啊，表演风格就是贱，就是便宜啊。二位得习惯，我早习惯了，早继续你的表演，零钱。什么叫零钱？特别便宜是吗？特别便宜，零钱，哎，钢镚，所谓的红了，钢镚是不是得存在儿童银行？存钱说一声，咱有人啊。对对，那边刘杰堂那边是。继续您的老包袱。说完了，我们说完了，没事。王姐，王姐，您继续套丝袜。回来吧，孩子啊。说到哪儿了？快说到花椒木了。十八年了。对，这些年取得了一点成绩。哎，很好啊。我看网上有人说岳云鹏成绩比他师傅高。那准是你自己说的。没有啊。这个我经常啊，有时候在网上看一些个评论呐，看一些个帖子呀，看大家怎么评价咱们。从中能够学习一下。是是。哎，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我还有不好的呢。对，那就不一一列举了。你告诉我，我去骂他们去。不，骂不过人家，骂不过人家。哎，对，我新年立了 flag 了啊，不该说的不说，
不该去的地儿不去。你冲那边说去。嗯，好了，别跟孩子说这个啊。嗯，你说你的。这是群口。嗨，我管你呢。甚至啊，有的帖子啊，挑拨离间，我不爱提啊，各位，我不爱提。我没说内容呢，您急什么？帮助一下你的情绪。有这样一个帖子，说什么？说郭老师和于老师谁的地位更高？有吧？有这样的帖子吧？我觉得这没必要挑拨离间。成绩是两个人的事儿，哪儿不能比？哎，对不对？也没有必要比啊。二位，还是年轻。嗯，我问你啊，我是你的什么人？老恩师啊。我是你师父。对呀、啊。这儿是你的什么人？我大大。对，对吧？你管他叫谦大爷。大爷， 对不对？没有师父，哪儿来的大爷？你想这道理，先有师父，这才有师大爷。否则话，这个大爷就是个修车的。你想这个道理啊？哎，对，有道理。我怎么就怎么说？还是您的地位更高一些？哎，孩子，你别同着你大爷说这种话，心里有师父就明白。没事，大过年的，你不得让人痛快痛快吗？是不是？在家里不痛快，出来也不痛快，还让人活吗？对吧？我怎么在家里就不痛快了？我倒是在你家里挺痛快的啊。哎，你再去你小狗，我跟你说。你说你的孩子。师傅，你老让我在这翻篇是吗？不重要。你不是逗哏的吗？你二位在乎我逗哏的吗？你二位？哎，我怎么不在乎逗哏的？我就是逗哏的呀。那您说逗哏的好，捧哏的好？你这嗯，因为工作它是有分工。对呀、啊。您举个例子来说，可能是我在专业方面啊，在舞台的把控方面啊。种种原因吧，也是大家的疼爱。我可能是比你大爷呢，就是强个几万倍。但是我们几万的翻呢，您这啊，就是强不了多少，强一丢丢吧。我比你大爷强这么一花椒木，也就是，嗨，也就这样。啊，但是啊，我还是很尊重他的。对啊，我们得尊重啊。我还是很尊重。你比如说啊，当然这话说的有点骄傲了，好在没有外人。你比如说啊，你看。你别听啊，我凭什么不听啊？要说自己的成绩了。你看着，我上过春晚。对，虽说没有你上的次数多，但是我也上过春晚啊。不骄傲，不骄傲。上过春晚啊，我举办过大型的商演。嗯。啊，最多的一场，比如在上海那一场，观众28000多人，这是中国相声史上没有的。哦、这个我做过啊。您上过春晚，进过万人体育馆。而且你看，咱们带着队伍全世界的巡演，除了非洲我没去，是不是？几乎的我都差不多了，还真是，这都是您的成绩。这几样都是我，哎啊，您这几样哪样不是我站边上？我也都在，我是德云班主啊，人家相声皇后啊，打平啊，师傅，我以为您多厉害呢，说了三个成绩都有余了。我徒弟多，我们家牲狗多。对不对？我那个徒弟们有很多的荣誉，我那牲口都拿大奖，得冠军。师傅啊，加油。我加个6啊，我啊，那怎么跟牲口比啊？但是大爷朋友多呀，对不对？哎，整个娱乐圈、影视圈，我都是朋友。我整个相声界，我都是朋友。不对呀，我就是相声界啊。
对啊，但是您为什么跟娱乐圈交朋友呢？说的有道理倒是，嗯嗯，略败，他把我绕在里头了哈。略败，但是于老师还有很多成绩。他有什么成绩啊？于老师演过话剧，全国巡演。我儿子的话剧全国巡演。于老师拿过澳门影帝。我儿子澳门影帝。于老师是国家三级演员。我也看过那个三级的那个。那这下去。那个演员的片子。我有。啊，不管怎么说，去澳门拿奖就是我儿子。嗯。哼，这还没法掰扯你这玩意儿。啊是。这都怨你，告诉你们。大年下你咱别找不痛快啊。别的。我捧哏的少说话。少说话，就是我说什么你啊？我凭什么？干嘛少说话呀？那你这就没意思。不是这说相声，你们不了解他，知道吗？他父亲是儿童银行的行长，知道吗？你说这没用。一上班让人大姐躺那儿，不是说这没有用。老太太贫血，比归比，您别老人身攻击。谁哪有人身攻击啊？对不对？没有你啊！别吵架，大过年的少说话。谁跟你没吵？这不你挑着呢吗？这别吵架，你不是你本身你们就挑唆，谁挑唆？你还老说人家。这发帖子条子这哦这哪什么什么什么你我是干什么了都是 你干什么行了哎呀你好家伙他以为他是我儿子你看见了吗谁呀好家伙 我外边一挣你跟家一吃你算得意了你啊好我真吃是怎么着我这、哎、干嘛呀怎么着那马褂给我、嗯、我嗨哪有马褂哪有马褂到这会儿急了该要马褂了、嗯、这怎么还吵起来了二位不是、啊、你不是这刚才不就是话赶话你这大过年的我们马上就辞旧迎新了我们马上就进入2022年了怎么还吵起来了呢怎么干嘛呀因为你要哭呢别吵丢人不丢人这么多人好几千观众不是看您二位在这吵架他们都花钱买票看我们吵架来这还不好买了告诉你啊今天有没有录像啊有对不对还有人会发到网上明天就有新闻了你还等他们还明天今天优酷就有了你现在上网看就有了明天上了新闻有标题郭德纲于谦撕破沙皮脸你等会儿丢人不丢人等会儿撕破什么脸沙皮脸这个说话就像是你师父他撕的我对吗我救不了您了嗯废话他们老拿我这说事、嗯、他这就是一个比喻一个拟人化的形容词嘛你什么人呢啊咱们是一个集体、啊、就叫撕破脸就是撕破沙皮脸这我得劝你啊你见过沙皮带着花毛吗对不对咱有什么说什么咱养过狗沙皮都是短毛的哎你去过去咬它去您跟我普及这个知识干什么对吧咱就说这事别吵架谁吵架了呀我看见二位马上就打起来了不能够放心不会哪门那交情你不知道啊、嗯、您二位在我们心里在我们后辈晚辈这些心里啊都是最棒的啊您是我们的榜样啊原来的那么些经典的作品对不对卖武器啊我说过白事会对卖布头我要幸福、嗯、我这一辈子我字系列全都是经典呀师父嗨那那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您二位当时多么的默契再说您二位这个名字首先它就是捆绑在一起的郭德纲于谦捆绑在一起的、啊、对不对啊我跟孙越也是捆绑在一起的呀那你可吃于谦岳云鹏孙越侯宝林那个谁这都是捆绑到那谁那谁呀怎么到人那大师你过去了不是他那搭档死得早我也忘了我说后来老换嘛对不对这捆绑到一起的这不能吵架、啊、我们当时吃过多少苦您二位忘了吗怎么还吵上了呢这哪能忘啊对不对啊我们那会儿啥活都接也不挣钱啊啥活都干啥活都接庙会咱也干过吧师傅那当然了那年头庙会是好活啊对对三十晚上我师傅就睡俩小时嗯初二早上起来就爬着就你等会儿三十晚上睡俩小时初一我干嘛去了初二爬起来跑着庙会初一我干嘛去了初一睡一天啊
那初二应该挺精神的，干嘛爬着去啊？对啊，爬起来。哦，不是爬着去啊？不是不是，对，爬起来都远。对呀、啊，肩也不能爬着去、啊，爬到车上去嘛。啊，多么冷的天儿，那会儿活也干啊。那是，对不对？庙会啊，各位特别冷。那会儿有我、栾云平、烧饼、小辫儿。我记得小辫儿那会儿冻得嘚嘚的。小辫儿那会儿为了体面，小孩他都知道要脸儿，羽绒服外边套大褂。对，这是要脸吗？这个要羽绒服外边套大褂，那还能有脸吗？那个他冷啊。嗯，他唱太平歌词，手上打板儿，只剩花板了，冻得手。这个叫少年帕金森。嗨，你别起名字了，别起名字了。少帕。小辫的小辫冻得都硬了。你得亏说是小辫儿。嗯嗯，我以为耳朵根子呢。啊，多不容易啊，怎么还吵起来？我记得那会儿烧饼给您买了一碗馄饨。啊、哦、买什么馄饨？哦，您听成什么了？买一红红啊。这老北京人说话就这样，有口音、啊、接近郑州方言。 嗯，给您买了一碗馄饨，给您端过馄饨。你再说一遍，肖儿，你再说一遍。烧饼去买了一碗馄饨，俺这都叫馄饨，咋了？你要这么说，我就听明白了。嗯，还叫不叫说了？咋了？哎，娘那个脚！嗯，馄饨怎么样了呀？啊，咋嘞？哎，对，北镇跨年搁这，哎呀妈，咦！买了一碗馄饨，买了一碗馄饨，什么？啊、我非给你纠正好了，给他再说一遍。烧饼给您买了一碗馄，给您买了一碗饺子，带汤的饺子是吧？我就想吃馄饨，不是烧饼吗？烧饼是人名字，不是吃的馄烧饼馄饨。喝馄饨，他得吃，就买点别的吧。买了一碗带汤的饺子，就给您端过来了。那叫馄饨。我的妈哟！反正就是里边有馅儿，就买了一碗带汤的有馅儿的东西。那不行，那我也不说饺子了。必须说明白，有馅儿还得带汤，那是什么呀？那是啊，你从说元宵啊，酸汤饺子。烧饼那天他没去。那谁买的这碗馄饨？没有了，没有了。孩子，我饿呀。我去买的，我给您买了一碗鸡蛋汤，可以了吗，爸爸？可以了吗？你饶了我吧，行吗？那中了。我河南人，我来这儿。这里边没有，这鸡蛋汤里边没有有皮有馅儿的那种。你闭嘴。怎么跟你大爷说话？我刚才一直在替你说话，你在干什么？不是，没有这馄饨，我们不显着磨叽。呀，可好？呀，可好？你看，哎，大姐说来碗胡辣汤啊、嗯，终于来老乡了。哎，可好？哪儿的人啊？这是烧饼他妈。啊，乐得直掉芝麻。哎，就聊点别的吧，聊点别的吧啊。给您端过来一碗汤。哎，对，一碗汤，大冷天、啊、我来碗汤。端过来一碗汤，你把馄饨都吃了。哎，等等，我活不了了。见过岳云鹏撒泼吗？见过吗？干什么？这些年是没有，俩人加起来八九十了，在这欺负一个小孩。回来吧。干什么？啊？跟一碗馄饨过不去了。行了。我没吃过馄饨吗？那是。不就是我们有口音吗？怎么了？行了，回来吧，孩子，回来吧。饺子也不行，鸡蛋汤也不行。行，好了。俩老艺术家在这没完没了。回来吧。咱俩人就算是跟他一块蹭个春晚上了。
哎，那你把我的馄饨吃了？我没吃，我没吃。他说的呀，端过来之后，您说让你大爷先吃，你大爷比我冷啊啊，多么的默契，他是比我，这画面多么的和谐。对对，我端给大爷，大爷说这是什么？我说这是。本身我们都没提这茬儿，赖我，我说啊，这是一碗热汤，热汤。大爷说：“哎呦，哎呦，馄饨呢？”大爷说：“让你师傅先喝。”嗯，哎，这俩人互相谦让，谁都没喝。这会儿小辫从台上下来了，啊，张云雷下来了。哎，张云雷喝了，眼瞅着那个小辫就软了。知道吗？暖和过来了，暖和过来了。嗯，你说这二位互相谦让，那会儿的默契呢？那会儿的和谐呢？默契上了，对不对？刚才要是有馄饨，我们就不让了。就一碗汤，让他喝去吧。啊！哎呦我的妈呀！刚才腰扭了一下，是吧？嗯，你看这事闹的。那会儿的默契呢？对不对？刚才还吵起来，我这节目我都不想进行下去了，真的。别去，孩子，你说的话我还爱听。庙会第二天吃的什么呢？没有第二天了，咱就应了一天，咱就说不能啊，初一睡一天，初二去的，初三就不挣钱了，初二去就喝碗汤回来。庙会我就你哪怕有馄饨也是好的呀。庙会的故事我就写了刚才那么一点儿，还有别的呢。哦，那你再说说说说啊。那会儿饺子什么的没有馅儿活了，没有了，让孩子稳定一下情绪啊！后边你写的是什么呀？我后边写的是我们为了赚钱，那会儿哪儿都去，都去哪儿了？只要是不能哪儿都去，我起过誓，再去是小狗。那会儿，哦，那会儿啊，对呀，那会儿还没开始呢。那会儿，只要有相声说就可以。延庆有一场演出，不给给200块钱啊，不管吃不管住，当天去当天回，多不容易。二位赢了。这回得接了，那是。但是那会儿没有车，俩人只能坐公交车。919德胜门出发，俩人坐公交车，还带着助理。我们也浪催的，啊，我跟着去的，还带着你呢。对啊，我递了俩包。你就是助理啊？啊，瞧不起啊？没有。我递了俩包。我们从德胜门出发，919，我记得很清楚，也挺冷的。俩人一上去，司机说：“哎，打票，得交票啊。”于老师第一个冲后边，我师傅第二个上来冲我，那会儿多么的默契。我上来我交了6块钱，那会儿便宜，公交车上也没座，我咽个半天，好不容易弄一个座，我师傅您坐这儿，俩人又互相谦让上来。哎，让你大爷先坐。我说大爷，您先坐。哎，让你师傅先坐。你那会儿的默契，你坐，我吃那馄饨就行了。你坐，这并没有馄饨了，没有馄饨了。那不是我吃了吗？你师傅坐了，你也没吃，他给你端也是那碗汤。您是想我刚才这段没有包袱是吗？我觉得还能再玩会儿。别玩了。师傅，下次演出。第一段你也带着我好吗？要不说听我们的演出呢，你一会儿都不能走神，要不然大伙儿乐你不知道因为什么。幸亏刚才那段我听了，花椒木我听了。你要没听早就过去了。就说那会儿就默契。对对，那是真默契，互相谦让。对，互相谦让。对对 对, 对。还有一个小细节，我师父演出啊，他有一个习惯，就喜欢在台上啊搁一个小纸条，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是最早喜欢台上搁一个小纸条。哟，这点商业机密都让你给说了啊。在这儿他可能很多节目他记不住。嗯啊，跟可能跟岁数有点关系，他记不住。不打12年就这样啊。但是于老师呢很聪明，两个人就默契啊，两个人于老师呢偷偷的用这个手绢给他盖住。我用他给我盖上，这叫默契啊。这个当然这是默契，怕观众看见啊。我也看不见了，但是您有主意啊。那会儿有主意啊。我师父假装擦汗，对不对？假装擦汗。哎，盖上，他就记住接下来要
要说什么了。啊，就看见了。哎，对，最早是这么看。年轻那会儿。后来岁数大了，看不清了，拿起手绢儿，都以为这上面有镜子呢啊。假装擦汗。哎，那次演出的时候，真出汗了。热呀。拿起来就擦。哎，把这个纸条啊带上来了，带上啊，擦到这个后脑勺上，自己不知道啊，但于老师作为捧哏，他这个位置看得见啊，那有默契啊，两个人有默契啊，说说相声，德刚啊，他干嘛了？于老师这个手哎，往这一拍，手绢一盖。俩人继续演，这是默契呀、啊，各位。然后我又能这样看，我还以为那我的词儿呢。这是两个人的默契啊。说的对，所以说刚才咱们没必要吵架，对不对？还有一个小细节，我们北展演出每次都是7:30开始演，对，6:30所有演员都准备好了。是的，7点的时候，如果我师父没有来，于老师一定。把大褂穿好了，就跟我们说，嗯，别着急，你师傅肯定堵车了，嗯，这是默契，耽误不了，哎，耽误不了。对，我们7:30开始，6:30所有演员准备好，7点如果于老师没来，嗯，我师傅肯定把大褂穿好了，跟我们说，你大爷肯定喝多了，这是默契呀、啊，各位。就在这个舞台上，有一次表演了一个节目叫《汾河湾》。想不到的事情啊、嗯！默契，默契，对不对？这就是默契。其实白天我就劝他，他再开一瓶吧。我说默契啊，他又啊，默契啊。默契，嗯。后来我们才明白，为什么我师父演出都带着高老师，就是于老师来不了的时候，喝多了的时候，高老师给我师父捧哏。因为高老师不喝酒，不喝酒不会啊。哦。有一次，稳当。有一次，高老师也没来，于老师也没来，就我跟孙越在后台。嗯。孙越在后台算是一个捧哏的，我师傅没办法了，孙越来，咱俩演一个。嗯，孙越给我师傅捧哏，捧了一段。哦，下来跟我说，小越，嗯，孙越的捧哏，嗯，太次了。哈，你这个这合适吗？这个话你这样说，所以说今天我的主要目的，是想跟您说一下，怎么样？我想换一个捧哏的。续到这么半天，就这目的呀？你早说呀，要想这个呢，你要一上台你就说这句话，这会儿孙越都是馄饨馅儿了，老有馄饨干什么？你也不能这么说，孙越这个没有功劳还有苦劳，是没有苦劳还有牢骚，没有牢骚没有胸毛还有腿毛，是不是？嗨，反正这些年来也不容易，在很不错了，很好了。嗯，是，我觉得不能说是珠联珠合吧，最起码来说、哎、俩珠啊，最起码站在你旁边，我认为好看。对啊，你不能这样，孩子啊！嗯，你就说，你除了孙越，你说还有谁能用？你说呢？我想用于老师。那个馄饨的事儿，你先说。不要再提馄饨了、嗯，刚才就是馄饨那一段，所有朋友都掐掉啊！凭什么呀？我卖的就是这段啊！太丢。这个你说的这可以理解啊，可能你跟孙越之间会有什么小的矛盾呐、啊？有一些个不太愉快的事情啊，但是你们两个每次分钱的时候不是挺开心吗？是吧？那倒是，就得冲一样。我跟你大爷在台上有时一说于家这个于家那个了，你于大妈怎样怎样，你大爷可能也当时不高兴，但是后台一分账的时候他也乐得都闭不上嘴啊，我也都忘了。哎，人就冲一样就得了啊。行了，岳云鹏，所以说不跟我换搭档了，别换了，有什么可换的啊？我跟孙越也捆绑在一起。对对，你们捆绑在一起啊，本身都这么多年了，就一直捆绑着呢啊。你跟他绑那块你还暖和呢，好吧？暖和是什么？暖和啊，暖和，暖和。行了行了，别磨叽了啊。新年新气象，今儿过年了，大年下你后台你告诉他咱俩分手，对孙越来说是个打击。哎啊，是，对了，不重要，你明天上午再分手好不好啊？新年新气象，对，过了12点你再跟他分手啊。好了，今天这么些观众了，别让人瞧咱笑话，对，好不好？好，哎，咱这样，咱们得给大伙儿啊拜个年，哎，让人看看说相声的不是光吵架，不是光说闲白，我真有默契。哎，对了，默契很重要。对对，爷仨站好了，志志诚诚给大伙儿鞠躬，说一句拜年的话，
咱们说新年新气象，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好不好？好好好，大伙儿看看说相声多团结，准备好、嗯、啊、嗯、啊！哎，谢谢各位，预备开始。您各位，大家万事如意，新年如意，想事成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刚才师傅说什么来了？从哪儿开始说呀？哎，新年新气象，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好好好好好好，来，新年新啊，预备开始，祝大家明天我就买一碗馄饨，祝大家万事如意。我特别喜欢吃馄饨，馄饨和饺子是我最喜欢。你先别说话了，行吗？行，你先别说话，看我们哥俩。你看着我啊，看着我，一块儿张嘴。刚才我也错了，张嘴。哦，别出声。哎，来，新年，新年，新祝大家新年新万新新春新新万事。你别说话，一块儿，来，看着大家。新春快说话，一二三，说了，说去不了了，什么乱七八糟！你的热爱正在热播。下面请您欣赏快乐生活，表演者郭德纲、于谦。谢谢各位吧。嗯，刚才是张云雷、杨九郎，是让他们俩人休息休息。嗯，又换上我们老哥俩来了。是啊，今天是开业的第五天了。对了，心里边很感动。是吧，我去马路对过，嗯，站着好几千人，多热闹啊，一待一天。嗯，说句实在的话，何德何能啊。确实是、嗯、今儿也是，今儿个吃完中午饭，我说在对过二楼办公室躺会儿吧。哦，我就听个对过，好家伙，一千多人跟那唱。哦，嗯，唱大西厢了，山东二黄啊，嚯、哦、啊，什么乾坤带呀，好一段接一段，还有打板都叫好的。嘿，好啊，他唱别的我是真能睡着。哦，唱的这个我都会，会就睡不着啊，听哪段都熟啊。哦，啊，唱一个多钟头我起来了啊，实在不知道如何表达这份心情，就很感动。江山父老能容我，不使人间造孽钱。嗯，郭德纲、于谦代表德云社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是，谢谢各位了，感谢各位、啊嗯。连演五天，把于老师也累坏了。哦，还好啊，还好，咱们很久没有这么高密度的演出了啊，确实是，是不是？嗯，这个明天呢，就是我们九队在这演了。啊，就进入正常化。您各位接着捧，嗯，是，就如同我们还在这儿是一样的，嗯，啊，九队都是小孩们，对，也挺可爱的，嗯啊，也让对过的站着的朋友们也得歇歇着，哎呀，嗨，也不能老这儿站着，站五天了，五天都不止啊，开业之前他们就跟这儿监工，哦，叫盯装修啊、嗯，好家伙，就是这园子，你知道，自打装修以来，我们养活了多少位自媒体朋友们，哦，全这儿拍啊，跟这儿拍啊，嗯，这都是关心咱们。对啊，你整个河北区这一块儿，连益丰区，嗯，五一期间街上咱没统计啊，啊，人少不了，那得好几千啊，逛街的、看桥的，嚯，吃饭的、喝咖啡的、听相声的，嗯，街上玩的，嗯，哎，我还看见放孔明灯的，哦，有放孔明灯的，啊，你看晚上是哪天？前天。啊，前天我头中午到这儿，我就看他跟那儿摆了那孔明灯。哦，挺感慨，是吧？高兴，这个、孔明灯都见过哈。是，完事儿他能起来啊，能飞上去许愿嘛？啊，人人都是有个美好的愿望。对，头中午10点多11点他就跟那儿摆了。啊，那么早就跟那儿弄。
嗯，我搁那演出结束差不多11点。哦，归置完了快12点，我往外走。嗯，我那车打那过，我看他还跟那鼓捣呢。嗯，鼓捣一天呐。这时候可能也不是专业玩孔明灯的啊。啊，但是我车打那过，正好他这孔明灯起来了。哦，那就成功了。一整天这哇起来了。哦，给他兴奋都不行了。好事儿。哎，刚要许愿啊，旁边来一个天津的哥们儿。哦，保佑我发财。哎。保佑我发财呀！他许了这愿了。嗯，放灯的这眼泪都下来了。是啊，自个儿弄去。这进费的呢？人鼓捣一天，他许了愿了。对啊，给他奔了，给我乐坏了啊！这人生啊，处处都是包袱。这观察生活吗？多好啊！啊，尤其我回天津来，我是跟别的演员不一样，是吗？我是天津人呢。您算回家了。16岁离开天津到北京发展，嗯，这一晃半辈子了。哎，于老师跟天津也是有渊源的。那可是，他是天津的女婿，没错，天津的姑爷。您这了解，他媳妇儿就是天津。哎，对，天津一个大财主的女儿。什么年代了，您还大财主的？就是我这么一说，你们就理解了啊，就说明知道他岳父岳母有钱。哎呀，谈不到了。哎呀，哎呀，你客气了啊。你看清朝末年，天津要说谁家有钱哈啊，天津有八大家。八大家哪八大家？八大家，你看这个，郑兴德卖茶叶都知道吧？啊，郑兴德那家姓穆。哦，穆家。嗯，就是八大家之一。哦，哎，杨柳青有10家大院。这石家，石家也是八大家之一。您说这才叫大财主。哎，那是清末的八家啊，这八家搁了今天跟您岳父这都没法比啊。哎，那八大家不算事，他们都比不了啊。他岳父岳母是五大家。怎么叫五大家呢？狐黄白柳灰。好家伙，全是动物。不是啊，五显财神呢，民间传说这叫保家仙呢。有这五家保着，你说你岳父岳母能不发财吗？哦，有这五家保着。好家伙，他老丈人跟他丈母娘啊，您知道垄断了多少行业吗？啊，跨行的垄断呢，挣钱都没数，就这么能挣。早晨4点啊，天还没亮，嗯，他岳父的公司就开张了。4点那么早就开张？凌晨4点，头一家买卖啊，他岳父啊，啊，公司这就开张，热气腾腾，热火朝天做生意，这也是勤奋。呵，好家伙，咵把这桶往这一放，开始这就卖钱了。什么呀？卖茶鸡蛋啊？卖茶鸡蛋能卖多少钱呢？这个你看看，你看了吗？啊，不嫌买卖小，什么钱都挣。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卖茶鸡蛋的钱他都挣。哦，那么还有什么别的买卖？5点啊，他岳母那公司开门了。这公司是什么买卖？好，食品呐。食品，民以食为天呐。哦哦，他岳母那公司一开张，你就听那个声音啊，怎么还有鼻儿？手里高，这够开公司的钱吗？这个卖的1毛钱12个。是，这不够成本，知道吗？啊，7点半，他岳父那公司又开张了。这公司是卖豆根糖，哎，小碗抹酱，嚯，酸沫糕大饼，行，好，这不够起灶的钱，知道吗？嗯，简短截说，就这一天，就类似这种生意，啊，不计其数，那也挣不了多少，挣不了多少啊，挣不了多少，能住那么好的房子吗？这怎么还买房了？买房自个儿盖的。自个儿盖房，自个儿盖着4合院。哎呦，还4合院，在黄崖关长城的边上。怎么那么远呀？奔盘山那边了？怎么地儿大呀？哦，黄崖关都知道哈。啊，天津蓟县是到蓟县还得往北去28公里，进深山老林。哦，在山里头盖的呀？山里边盖了7进的4合院。也是养鸡方便的地方。嗯，卖茶鸡蛋吗？7进。什么叫7进呢？是4合院论进啊，1个院算1进。
对，俩院是两进，是这么立的。七进是七个院子，哎呦，后边带花园，带金鱼池，好的，盖到山外头去了，都得。好家伙，太棒了！是啊，老两口子这些年不容易、啊，怎么不容易、啊？你算算，晚上十二点收摊儿，那么晚才收，把桶提进来，啊，手里高那车推回来，哎呦，豆根糖的弄回来，啊，这些都收拾完了，归置完了，就得将近一点半都不止。这都半夜了，两点多，两点多，赶紧往黄崖关这赶。当天就得回盘山，到家洗把脸，拾掇拾掇，赶紧往回折腾。好家伙！因为四点茶鸡蛋那开张了，这太都自个儿干呐。这些年几乎没在家睡过觉，那是都是在道上呢。这个老两口子养了三个闺女啊，还有功夫要孩子吗？这个。全在道上呢，他这个说话这么肮脏。废话，你就拎着茶鸡蛋，弄着手里高，还有功夫要孩子呢。仨闺女，好家伙，真打闪认真的功夫，那错不了啊！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我都没听说过。哎呀，好些个谚语都糟践到您这儿了。三个女儿啊，仨姑娘。你瞧瞧，真真连连爱爱，都是菩萨显化的啊。这个三闺女啊，就是于老师的太太啊。这行小的那个，哎，行小那前面这俩姐姐，人家都结婚了啊，早都成家啊。嗯，后来说这个交往一段时间了，上家里看看岳父岳母，得见见老家啊。啊，嗯，嫂子说你收拾收拾，咱们去吧。得去啊！俩人带着水啊，带着干粮，嗯，哎，就奔黄崖关了。对，按着野营那么走的，这都是。嗯、这一天终于到了黄崖关了啊、哦，走好几天啊、嗯。到家一瞧，好家伙，嗯，人屋里摆一大桌子，啊，摆一大桌子，岳父岳母坐这儿。哦，哎，大姐、二姐、大姐夫、二姐夫坐一桌子，这是就等着我呢，等他们俩人啊，一桌子珍馐美味，都给我准备什么了？茶鸡蛋呢？啊。豆根糖啊，酸沫糕、小碗抹酱啊，这今儿不出摊都得卖我。嗯，快坐吧。哎，对对，坐吧。谦儿坐着。嗯，岳母看着他高兴，那是得高兴。丈母娘爱姑爷啊，那是再论的。累了吧？啊，你看来，我给你包一个吃。来，也就这个了。嗯、再来一个。行了，别拘束啊。你拘束能吃什么呀？这个好。怎么呢？这有毛。这嗨。哦，毛鸡蛋也行，老太太高兴，啊、我也来一个，吃吧、啊、吃吧。好，这整个下去的，坐了一块谈笑风生，就聊天呗。坐着坐着，嗯，岳母站起来了，怎么？他大姐夫，你跟我出来一趟，叫这大姑爷是吗？哎，你跟我出来一趟，叫他干嘛去？上后院金鱼池那遛弯去。老太太干嘛叫他这样遛弯去？你看看，这是他们家的特色。啊，什么意思？接长不短的跟你聊聊天啊，问问您日子怎么样了？哦，两口子吵架了没有啊？哦，关心闺女。是是是，大女婿陪着老太太围着这金鱼池聊天遛弯。嗯，最近挺好的啊。啊，两口子怎么样啊？这也是了解一下情况。说着说着，老太太脚底下没踩住，嗯，呲溜咚，怎么了？掉到金鱼池里边，掉水里了。大姐夫赶紧哗把这外套一脱，嗯，咚跳到里头救人。哎，把岳母给拖上来了。你瞧瞧，老太太一上岸啊，怎么了？把这茶鸡蛋催出去。好嘛，呛上来的，这是高兴。好孩子、啊、哦，高兴不白疼。那当然。有奖励。这还给什么奖励啊？我给你买一辆夏利汽车。很满。没多少钱，夏利汽车。现在您觉得不值钱啊？80年代呀、啊，哦，早那会儿谁家有私家车呀？嗯嗯，对吧？是奖励夏利汽车，这行。这一回屋，老太太，你瞧瞧我，哎呀，啊，那一身水，可不是掉水里。没想到的，啊、哎。哎哎哎！行行行，都湿。哎，行，那也别在这儿脱呀。啊，你回屋换去呀。上屋换完衣裳啊，坐在这儿喘口气儿。是，他二姐夫，你跟我出来一趟。这老太太不闲着啊，带着二姐夫就在这金鱼池这儿遛弯儿，也是不长记性。哎，
走着走着，老太太脚底一滑，你看，咚，掉水里了啊！肯定掉下去。二姐夫连外套都没脱，急呀、啊，啪往水里一跳，嗯，这老太太端上来了，还是这个。老太太乐了啊，好小子，这又没了，这都没脱外套。哦，第一时间下水，你就证明好儿子迫切呀，有奖励。这奖励什么？给你买一辆桑塔纳。你瞧，这比夏利又好多了，高兴啊！是，一回屋老太太乐坏，是吧？你看我这又弄一身。哎嘿，行了啊！不是，你刚才就不应该换。这哟，这么些人呢，刚看见啊。回屋换衣裳去了，早就应该换完回来。嗯，谦儿到你了，你瞧这老太太，带着谦儿到后花园、嗯，还上那儿啊？还上金鱼池啊？哦，哎，到这儿还没来及说话呢，是把老太太咚掉水里边，对，你直接钻进去多好啊！谦儿就傻了啊，我不会游泳啊，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在水里边，蹲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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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蹲，沉底了。沉底了，哎呦，一条鲜活的生命在眼前就没有了。怎么着，老太太死了？就在眼前，这人就没了，没救。他岳父给他买了一辆大奔。哎，好家伙！合着我替老头把这心愿完成了，是吗？嗯、这后来他媳妇儿就说他啊，谦儿啊，谦儿啊，啊。你白跟我搞对象了，怎么了？啊，你应该跟我学学游泳，多好啊！我跟他也是，省得别人害我啊！因为他媳妇儿是专业游泳的啊，对，他是练过、哎、国家跳河队的啊，跳河队的呀，跳河队的，跳水队的，国家跳水队的。对了，经常出国比赛去，是嫂子还参加过那个什么赛，铁娘们三项运动。嗨。哪有这比赛呀、啊？那个怎么了？没，那叫铁人三项赛。铁人那不是男运动员吗？啊，女运动员就叫铁娘们啊，不像话。不懂，我是不懂啊。都叫铁人三项。其实谦儿啊啊，谦儿应该早就学会游泳。我为什么？因为他们家里人都会游泳，啊，我们家里人都比较喜欢水上的运动。他祖父当年就是，老头啊，他爷爷那会儿是吗？爷爷那会儿水上运动多好。水里的，哎，他爷爷那会儿他喜欢什么呀？喜欢帆船，嚯，这是大项目啊！帆船带潜水啊，帆船怎么还能带潜水啊？先帆船，哦，然后不得不潜水，哦，就掉水里头了。五天以后捞上来啊，栩栩如生，对，死了，淹死了。所以说这个家里遗传啊，就水里边游。他后来他一学就会，那我有天赋啊！真的、啊，各位，我是不会游泳，是吗？但是谦儿每次游泳，我就爱看了都不行了。怎么？我姿势好？哎呀，第一是姿势好啊！什么就不咱也不懂，是正面的什么反面仰泳什么，反正谦儿一下水就啊就各式各样的。啊不，我不是游得好、啊，我是本身就是水里的玩意儿啊这。啊，不是，就是那个那个在水里面，就别比划了，王八精，您比划这是，就游的那个好啊，您就说好就行了，姿势游的优美哦。第二点就是他游泳游的快，哦，真快呀、啊！好家伙，太快了，怎么快呀、啊？裤衩都追不上，那就是没穿呗，那就是穿了呀啊，人在前面，裤衩在后头啊，你等会儿我，好，裤衩都说话了，知道吗？嗯。我们出去演出去，比如说大连、嗯、东北，哎，什么这个青岛、山东，哎，只要是海边啊，我一般都求他，求我什么？谦儿哥，给我们游一个吧。这是干嘛呀？这是欣赏一下。哦，就爱看我游泳，爱看这游的好看，是吗？那年那个我们上青岛去演出去，就是啊，哎呦，大太阳，呵，凉啤酒，多好、啊，小海鲜。美死了，这个啊，不得游一圈吗？啊，谦儿哥，求您了，有求我来，给我们游一圈啊，去喜欢看，我们伺候着，这还怎么伺候啊？在海边啊啊，大躺椅，呵，放好了，哎，毛巾摆好了，哦，凉啤酒啪啪啪，哎呀，蹲在那儿啊，烟卷、打火机，嚯，小吃都摆齐了，全套的。于老师啊，大哥啊，麻烦您了。这要游，高兴，爱看吗？你这当然爱看了，爱看。好，嗯，伺候我更衣，
哦，这行行，换衣服有这样啊，是吧？先摘帽子啊。什么声啊？这帽子，帽子缩得太紧了。我这戴什么帽子缩那么紧呢？貂皮帽子。我夏天在青岛游海泳，我戴一貂皮帽子。谁告诉你是夏天？怎么了？不，冬天呐，冬天你让我在海里游泳去啊？夏天凭什么看你呀、啊？海边游的是人，我瞧你干嘛呀？哦，就没人，冬天没人游。滴溜，哦，先摘了貂皮的帽子，嗯，大墨镜摘了，嗯，口罩摘了，摘这围脖，那是得戴围脖，多长啊这围脖？大衣，啊、嗯，西装，就知道游泳穿那么多干嘛你？棉坎肩儿。哎呀，背心啊，行了行了，嗯，哎哎哎，你先等一会儿，啊，这你少来这套啊，哈哈，要问清楚了，这是什么呀？这个贝贝家，哎，怎么那么全呢？穿的大皮靴，这都穿出来了，解着腰带啊，裤子，呵，嗯，秋裤。毛裤，毛裤穿秋裤里头啊，哎，你这，你这太过了啊！怎么呢？这我看出来了，这袜子是吗？是的啊，袜子要这么脱，这就不是贝贝家，知道吗？什么情况？您这是从上到下啊，啊，都脱干净了，哦，就剩一条裤衩，准备游泳吗？我跟你们商量点事儿啊。商量什么？我就还剩一裤衩。对啊，你说我要是哎怎么脱脱了合适吗？啊，不合适。哦哦哦，就为亮个相。嗯，这嗯，这有商量的吗？这个穿好了啊。啊，哎，大哥请坐。还干嘛还坐啊？咱们得客气。大哥请坐。哦，哎，于老师坐在这大椅子这儿。嗯，哼，有馅儿是吧？撇是辣嘴的啊，给我点根烟。下水之前还得抽，递根烟。嗯，大哥您请啊，点上，点会儿。嗯，于老师叼着烟，嗯，冷劲儿上来了是吗？哎呀。你抽完了再脱这衣裳多好啊！你这非得光着眼子坐这抽烟，大冬天吃了，这瘾头得多大呀！哎呀，那什么小吃啊？还得吃点。大哥您请。什么呀？白萝卜。大冬天吃白萝卜，托在手里边啊。这一盘都吃了，一盘萝卜。那盘呢？嗯，青萝卜。哇、哦，嗯，拿那个。嗯，胡萝卜。好，全是萝卜。水萝卜。哎呀，四盘萝卜，一盘二斤半。我坐这儿愣吃十斤萝卜。那个是什么呀？还没饱呢，大哥。嗯，那是干炒黄豆。哦，这瓷实，嗯，拿过来吧。哎呀，端过来，这大塑料盆啊，四十斤干炒黄豆，比萝卜多。这个、那是，一会儿就全吃了。我饿嗝呀，是怎么着？一个黄豆都没剩。四十斤，列位，四十斤干炒黄豆。哦，四十斤，怎么样？一般的牲口吃不了。废话。谁都吃不了，吃完了叫渴呀，那是得叫渴，那还得凉啤酒呢。哎呦，没完了你这，啊，给您这接过来，真渴，哎，喝好，还带打嗝的，喝了半箱凉啤酒，它就不嫌冷吗？你这大哥啊，天快黑了啊，是啊，您下水吧啊，跟着溜一天。
再给我点根烟。没完，叼着烟卷儿。嗯，哎，你下水多好哎。嗯，赶紧吧，哎，下水。哇，哎，好家伙！哇，哎呀，呜，哎呦，你这个脱光了踩烟头啊！哎，脚太疼了。废话，咱们改天再游吧。孙子，下去。哎呀。不客气了，不下去弄死你，知道吗？啊啊，好，我游泳。废话，人伺候一天了，这才开始往海边跑啊啊！别跑回来，没跑不了多快啊。嗯，到水里边，嗯，我们大伙儿服了，怎么服了？太棒！哦，游得好，哎，如驴得水啊，驴呀，驴不行，如鱼得水，各种花样，各种姿势，我该跳舞呢似的。哎呀，哎，突然间，啊，你看这个人，嗯，趴在水面不动。啊，那就飘着也是技术啊！你要让我来这，你累死我我也来不了。这是技术，就整个人平着的。对对，飘着，平着趴水面上，哎，他可以不动也不掉下去。你看，但其实他那会儿有点不太舒服。怎么不太舒服？十斤萝卜，啊，四十斤黄豆，啊，半箱凉啤酒，是，跟这儿嘬烟又喝风啊，就这一肚子里边，列位。您是有生活常识的，这爱生活常识什么事儿？尤其到海里边来回这么一翻腾，嗯，这肚子里边，您想它能不胀吗？那是胀，它有气，有气它一定会漏，这叫漏。它在水面趴着，嗯，一漏气儿，哎，人就往前走一点，嗯，一漏气儿，人就往前走一点，啊，还有后坐力的这个，嘿，咱看着这太高科技了。这跟我能耐没什么关系，手脚没动，你看这人蹭蹭蹭，哎呦呦，呵，好家伙！紧跟着来一大的啊，噗，哦，把我吓坏了啊！这么近的海还有鲸鱼啊？什么鲸鱼？咱看过《动物世界》吗？大鲸鱼滋一个，那是这个吗？那个，哎呦，紧跟着听，啪！哎呀，海水都翻起来了，嚯，哗啦哗啦落下来，再一看，这海面上，嗯，小鱼儿，小螃蟹。好家伙，小虾米，我这电鱼来了，我这，哎呦喂，还有黄豆，哦，呵，太恶心了，这是没嚼碎的。哎，行了行了，你再看后边，叮当叽啦嘟，当当当当，嚯，谦儿哥您快上来吧，怎么了？水开了，我去。第二天呢，哎呀，您这玩意儿还有上下级呢，您一说一乐，别往心里去，可不是吗？说相声就是一个手艺，哎，说相声唱戏唱大鼓啊啊，什么剃头修脚，嗯啊，种菜卖报纸，呵，上非洲当娘娘，嗯，都差不多。哦，人活一辈子就是这几十年的时间，嗯。你待着不也得吃饭吗？嗯，你总得干点什么呀？是，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哎，就干这个。我们老说观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指的就是这个。嗯，您的每一张票，我们拿回去养家糊口。嗯，这一帮人又没有工作，又没有工资，一天不演，一天没有收入。对，完全指着您各位活着。嗯，我给你快乐，你给我饭吃。哦，您的票我拿回去啊，养家糊口呗。嗯，给父母老的。啊，给孩子上学，您看，给我媳妇儿一份，嗯，给他一媳妇儿一份，这个钱，哎，我媳妇儿不用你给啊，我媳妇儿不用你给，嗯，拿着吧，因为什么这对付什么呀？这是对付的事儿吗？这个，哎，不差这一回，这玩意儿，哎，没有，压根儿也没有。这个我就得批评你，怎么了？有的时候台上我好好说话呀，嫂子怎么怎么样，啊，他老往那个地儿领我。谁呀？当然有的时候我也批评你们啊。怎么了？你们老不怀好意的笑，哎，就好像你们老希望就是怎么样似的。谁希望怎么样？谢谢大家的祝福。哪儿啊？哪儿有祝福啊？相声都是假的，可不是假的吗？啊，嗯，郭德纲在相声舞台上只占10%。那90%，于老师和他的家人，哎，把他们都算里头了。但是列位，您说我怎么办？啊，对吧？嗯，
自古以来相声就是这样，第一，故事里发生的事情是我们家的事儿，嗯，一上来就是我大爷怎么样了，我舅舅怎么样了，我媳妇怎么样，我儿子怎么样了，啊，第二种就是他的事儿，啊，这旁边这位吗，于谦的爸爸怎样，于谦的媳妇怎样了，嗯，你看看很少有俩相声演员站台上说除了这俩人之外的第三人，第三方没有，俩人一上来，今天给您讲一个事情，这个人会游泳，游得非常好，他住在山东省济南市幸福大街光明小区，进小区往右拐上楼二号楼有一赵大爷，嗯，就这俩人这个外行的状态就得活活打死他们俩，这就不对是吗，观众会想啊，山东，嗯，你去过山东吗，嗯，我去过，哦，我喜欢吃山东的刀削面，你闭嘴吧，嗯，啊，那是山东吗，那不是山西吗，哦哦，那山西还有什么好吃的，还有好多有油泼扯面，你也闭嘴吧，那是陕西，跟山东都没关系了，我要求的是一句话你就得进故事来，啊，我们要求快，我没有那功夫让你再琢磨幸福小区什么光明大道二号楼什么哪个王大爷，嗯，那我们太外行了呀，哦，不是我就是他，这门艺术它就是这么设计出来的，哦，没有办法，演电影，嗯，这管这叫爸爸，你怎么知道是假的呢？你看电视剧，一男一女俩人一被窝睡觉，你也知道是假的，嗯，到我们这儿全是真的。你这个智力为什么要买票？嗯，嗨，你老替于老师打抱不平。你看看，嗯，郭德纲在台上老说于老师他爸爸，嗯，你看看相声界那些个大师们，嗯，谁的相声里边提过于老师的爸爸啊？凭什么呀？凭什么他们都提我爸爸呀，你不用替他打抱不平啊，你知道后台他分钱的时候乐成什么样了吗，你说这干嘛呀，这是工作，是倒是我打小说相声，我站桌子里边站十年，哦，捧哏，谁站外边谁说我，哦，郭德纲他大爷怎么着，郭德纲他舅舅怎么着，嗯，这就是一个艺术的创作问题啊，就角色分配啊，你这弄得我现在我都没法见嫂子，至于吗，又来了，你这你想起什么来了，这是老嫂比母，小叔子是儿，这是老话，这是我们这行的规矩，嗯，啊，你嫂子我现在一见他我都躲，不敢见，你嫂子你给我站住啊，你别走，哦，嫂子，嗯，你最近台上又胡说八道了吗，没有没有，你少来一趟，嗯，你改了我改不了，我以后我不说了，嗯，啊，你一说他们就乐，对呀，啊，乐得我怪害臊的啊！你别说了，别瞎说。哎呀，对不起，嫂子，不说了，哎，别说了，一定得改啊。嗯，改。你说天说凉就凉了哈。是啊，嗯，你穿秋裤了吗？怎么变那么快啊？这个嫂子，我穿秋裤了啊！你少来这套。哦，你准备穿秋裤啊？我看看穿秋裤。哎呀哎呀，快！这什么不像话了？你这个台下没有玩笑。啊，我们这行是这样，台上无大小，台下立规矩。对，你瞧台上这帮人呐，啊，嗯，好家伙，什么玩笑都敢开。其实到了后台，嗯，您记住了，嗯，这是最懂得人情道理的一个行业。我们是讲规矩啊，嗯，这不是连着这几天了吗？啊，每天说相声，每天您各位捧我们，嗯，对，真是发自肺腑的感恩，是啊，激动。要能来，你们就尽量天天来啊啊！当然了，这个。不现实，因为有可能买不着票啊，嗨，也有可能呢，您有工作忙，嗯，你要来不了，我也不恨你。哦，你打发人把钱送来，谁呀，啊？你说人也不来，钱也不来，这咱们就不合适。嗨，好，净你合适了。那今天来演出的演员，有的您熟，有的您不太熟啊。嗯，叫他们出来，咱们聊会儿天好吗？好，来吧，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嘿，打这边开始啊。嗯，于老师都认识吗？啊，差不多啊。那好，前四个归您介绍。对，您要不认识您就说话啊。这都我们这小徒弟啊，这都快，嗯，快红了，这都啊。是啊，这俩是已经红了啊。你看，哦，嗯，预备衣服红啊。咱这边开始啊，樊小棠。好，哦。张国帅，孙九芳。马肖胜，马肖荣，马肖胜，马肖荣，哎，我们这有大马小马，马肖荣，得了，你跟那谁回去跟他换一下名字吧啊！这我徒弟啊，郎鹤炎思密达，哎，你们最爱的啊，张小白啊，张鹤伦啊，
带着我徒弟啊，张云雷。嗯，这说明这一场张云雷花钱了，这些个村儿都是他买的啊。我徒弟杨九郎，九队的队长啊，张九龄。好，谢谢。这大高个儿也是我徒弟，也是我外甥王九龙。嗯，主持人是我师弟，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少侯爷侯震。人家不起哄，你们自个儿起哄啊！张鹤伦过来。哎，张鹤伦是我们这儿的返场之王啊！这个准备了一个什么小曲儿吗？小唱小曲儿吗？可唱什么都行，大伙儿喜欢。来个正唱得了。嚯，还有正唱。师傅经那叫正唱啊啊！师傅经是什么啊？来，唱一个。你那是手机，你那机关枪啊？你听，嘟，唱一个那个啊。杨延昭闻听此言，哈哈大笑啊！寇尊生八王千岁，您了要听着啊！想当初金沙滩前一场大战，我们杨家父子把命丧了啊！我大哥替宋王归隐去，我二哥替八王命归阴曹。我三哥被马踩，尸首难找，我四哥和八弟呀，全都找不着啊，我五哥去红尘高山去修道，我七弟被叛贼射死那在荒郊啊，只剩下我杨六郎南征北又逃啊，论功劳我应该穿你这身蟒龙袍啊啊啊啊啊啊啊！鼓掌吧！啊，张鹤伦是我们这儿的二人转交换生啊，所以他会哈。谢谢。哎，哪儿？吓我一跳，活不了啊！九零九龙有什么小节目吗？哎，快来快来！师傅倒没什么节目，就是有点心里话。哎、太棒了！因为明天呢，这个开业这豪华阵容，您就回北京了。嗯，完了我们九队就来了，希望天津父老您多多捧场，多多监督，嗯、我们一定要给您带来好节目。谢谢大家。好好好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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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那四个小朋友啊，你们也准备啊，来九龙先来，别动啊，来啊，把你的心里话说了。九龙说的对，嗯，言简意赅啊。来，你们四个能演个什么呀？自个儿傻了，没想到。我是九队的队员，我叫孙九方。嗯，给大家唱首歌，谢谢。好，嗯。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最近工作挺忙吧？身体好吧？我现在在北京德云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天津德云社分社说相声，哎呦我的妈，演出效果也挺棒的，美中不足有个缺点呐，我的队长是个傻子。你看后边那机器，那是优酷的啊，但是今天你这段翻场他们一定会剪掉，因为有一句唱词啊出不了字幕，太多了啊。哎，张云雷来。哎，不说没这个环节吗？我没准备。可以有啊，你又会唱啊，给大伙儿唱两句也是好的呀。我唱什么呀？你那个杆曲啊，你们大伙儿想听什么呀？没听见啊？什么？啊，不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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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就他清水河了，就是他了，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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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了。嗯，这是你搁那儿的托是吧？来吧，嗯。桃叶那肩上尖，柳叶就遮满了天。在其外的这个名啊公，细听我来言呐、啊，此事哎，出在了京西蓝靛厂啊。蓝靛厂火器儿有一个宋老三啊啊啊啊。杨九郎，
还有我呢，演不演不重要，你站着让他们看看就 行啊。好，演一个，来一个，说一个也行，唱一个也行。那个唱一个于大爷的作品吧。于大爷还有作品呢、啊啊？我的于大爷作品是游泳啊。先拿黄豆去吧啊、嗯，后台有萝卜。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谢谢大家。于大爷这节目不怎么地，还想瞧谁的啊？哎，看刚才不是唱了吗？哦，那行，再来一个吧。嗯，要不你我看你啊，行，就是他了，就他了。从哪开始？从什么？他们要听什么？并非是儿臣。从这行吗？可以唱吧。犯傻，他们唱，其实不我唱。他们都会啊。楚庄王有道，是俺仗四进，安庆少封疆，贺功臣设下了太平宴，君臣欢聚饮琼浆，直到在黄昏星月将，秉烛辉煌照殿堂。来吧，许娘娘进酒间，忽然见狂风吹灭烛光，小将唐娇饮酒过量，他顺手牵袖放轻狂，许娘娘则应敬小将，顿步一言奏庄王，庄王问国师之心未损，伤到后来。庄王法正在民心上，难道如何在德行上不是这么海量？怎得小将保朝纲？今朝是居士一样，我的老王父。哎，可以了，可以了，谢谢啊，就等这句了啊，谢谢各位啊，嗯。这样吧，现在就是张云雷他们也都在，咱们唱一个大西厢好不好？好，那就从张鹤伦开始。好嘞，张鹤伦你唱这个小琴童。好啊，张云雷你唱太平年好不好？唱这个后边的云苏调啊，来开始。小琴童来不消停，手打着灯笼走进房中，尊声相公安歇睡吧您嘞，明日清晨早为登城啊，恭喜恭喜恭喜，早为登城，早为登城，亲内同说话欠点聪明啊，那功名好比浮萍的水，太平年哪、啊、美貌的娇妻火化兵，年太平啊，不该来结宿就在普救寺中，来只在花园，我们两个两相逢，这也是那个前世前因安排定，太平年哪、啊、说话之间桥楼起了更，年太平。次日清晨把马上啊，马蹄踏破了板桥霜啊，北斗望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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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东方甲乙木送出太阳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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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碧云天，黄花地，西风正劲呐！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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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北雁南飞，累千行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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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劲风吹得。树叶唰啦啦啦响啊！眼前铁马响叮当啊！流泪眼观流泪眼啊！断肠人看人断肠啊！世难舍，英英美哦！哎呀，九里草桥别红妆啊！哎呀，灞水长安去赶考啊！七十得中了状元郎啊！鹿鸣眼前英雄会啊！五凤楼前杏子香啊！四方金印在我胸前挂呀！三杯御酒伴君王啊！两匹快马他来回的跑啊！一乘花轿接的新娘啊！好难唱的这叫西厢记啊！愿诸位阖家欢乐，福寿绵长啊！今晚的演出到此结束，谢谢大家。这世界很酷。